用6800玩这个 DNF 真的是杀鸡用牛刀了，但我个人感觉还是 DNF 很适合这个 Max2 是可以配这个4G网卡，而且键盘加鼠标模式是相当适合这个网游。这边鼠标模式可以直接模拟鼠标，然后触屏也是可以用的，这边移动的话直接用右边的这个鼠标模式就可以上下左右。这个机器之后是可以选配这个32G 内存版本的，有人说这个 DNF 很吃内存，多开的话我这边大概看了一下，公开的话加上系统大概是 7G 左右，触屏部分也是可以用的，后面会展示到，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加入这个乱斗群，咨询其他掌机也可以。 MAX2 的话据说我一款有优惠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